准备好了没有？好，要来计时开始，五、四、三、二、一，好，我说鸣笛之后，要来出发了。在这边呢，要向各位来宣导安全的事项。列车在行驶当中，不能够攀爬车厢，头、手也不要遮住窗外，以免发生危险。就像哪边也不能够站在椅子上面，因为这个重心太高，如果紧急刹车的话，很容易跌倒。好，那么在各位的左手边，铁皮屋里面这个就是西湖糖厂的制糖工厂，铁皮铜匠李炳光8年创立的1.5高载了。高载印尼也做成天了那就走入历史了。那现在保存下来，可以让游客来参观，了解那刚刚说起来砂糖它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好，向各位来介绍今天的行程。好，那对秋波说话，那你回出去的高啊，点会三下五点哦。说话东西都顺利的进行，33.5公里，来回7公里，时间差不多45分钟左右。好，向这边，那边看到一个生态池，这个生态池来宾。养了有数百条的鱼，还有一群的这个绿头鸭，为着野外人大概有三个的生态池赏鱼，还有享受喂鱼的快乐。好，那现在在左前方哦，这个地方呢，有一片青青的大草原，空间场地。这个活动，然后如果在下午微风徐徐的吹来你们适合你自己坐在享受放风筝也在人家放风吹，它是一个很优质的一个场地哦。然后能像小伙伴通过台19线的邀请来车上来宾伸出你的小手，让我们先行的来通过这个台19线。镇内的一条交通的要道，好，西湖糖厂位于彰化的地理中心位置，交通四通的发达，相当的方便。往东大路啊，铁路两边所看到的，就土地拢是咱苏宁农民的土地，啊，一年四季所栽种的农作物拢总无同款哦。好，即马咱采收完一期的水稻，农夫又重新来整理土地，有些已经插秧了，有些还正在整理当中。好，即马在那里做区别，这个农田啦，对吼，可能看到是都市的一些游客们，问他们都答不出来哦。这是什么？这个是古太威，当然，这个是巨峰的葡萄，可以用眼睛的葡萄消费了8公斤，所以可以我记得说的，葡萄故乡的美珍哦，也传说在星期就是多人六七回啊，今麦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哈。当然还有少数，那这边可能看到品种的这葡萄的果树，这是西湖农民种植。它差小点嘛，所以这个葡萄一年有3个不同款时间的采收，安尼讲起就比较的话，它还是个农业的大县，所以呢，养鸡、养鸭、猪特别的多。好，那希望能不能先过一点这条东螺溪，它就是位于这个西螺大桥的中正，所以它命名为东螺。那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景观，这个桥有110公尺，然后来到了咱这个浊水站，这就是咱的终点站。但呢，哇，到这边有看到无？白鹭鸶哦，在咱的农田里面哦，好多好多的就在淳朴的乡村比较容易欣赏到的白鹭鸶。好，那这里会先停掉哦，各位留下约过60分钟，也再来。
铁轨有一个啊轨道的标准线哈。啊，咱过去这台火车是咧载钢车，阿里山咧是咧载木材，但是即卖时代转变，拢载人家咧佚佗啦哈。啊，所以这台火车行来啊，到这个所在，你有感觉足凉快、足舒服的哈。啊，这管线路来种种的这个很多种的啊，这个树木的名称哈，它有宇宙树、印度紫檀，还有这个五幻植啊，都啊，咱以前人讲二麦子，有个人讲八味子哈。啊，所以即卖嘛足侪人吼，就去到咱溪河长青的秋姑，啊来啊恁在地哦上名哦，啊还有一个名。就是咱这个五六龟哈，啊，所以你来到阮的本地，啊，足侪人哈，啊，拄只嘛，咱伫咱的厂区哈，